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个纸，这个底妆上打造的一个儿童培训室，整个颜色搭配红黄蓝，这边的墙体改成了一个落地玻璃推拉门的一个设计。好，进来我们的这个营地，你就耶，你奔波了。What？这是一个音乐厅，它的墙壁、地板、天花板都是用的木质材料哦。看我们的银号三，这是一个儿童休息室，八张床位都是上下铺，同样都是木质材料哦。带你们上二楼，来到二楼依然是我们的营房，依然是同样的设计，但是你看不同的是地板换成了水泥纤维板，然后外面还搭了一个小阳台，放眼望去前面还有一个篮球场，你看那里还有类似篝火的东西，我猜晚上应该是在那里。哎呀呀！